但是后面有一个很重要的，就是本来的这个推行呢，原本是根据你的 turnover 循序渐进，2027年全部的商家都需要推行 EY， 根据全部呢，全部的商家by2025年就要推行，所以在时间上不影响的过程中，因为这个 EY 本身呢，重点是在于以后如果你没有 tax identification number 税务识别号码的话，基本上买家跟卖家都不能够进行交易，这个能够让很多地下经济无所遁形。这个将会从国家的角度严格的把钱逃税，从商家的角度你要去证实这个问题，因为它将会很快的推行。Economy Madani Bumper Castle Rocket 昌明经济强化人民2024年财政预算案。